调整的怎样？今天我在调整怎么样？啊，我觉得今天调整的还算可以吧，虽然还是有一些失误，但是我也相信自己这些问题当中，能更好的在下一步训练当中去解决。今天这个成绩怎么样？感觉啊，还是比较满意吧，因为也成功的拿下了这两枚金牌，为中国队又成功的夺得了一枚。今天那个是两位湖北选手为中国队拿下了金牌，然后评价一下现在湖北的跳水吧。我觉得今天也是成功，也是非常祝贺郑源能夺得这枚银牌，宝贵的银牌，也是对他自己的一个前段时间的努力的成果。然后，我也成功的拿了这枚金牌吧。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我也相信我和他能展现出更好的自己。那我们下一步的话准备怎么去备战下一步？接下来呢也是备战巴黎奥运会了，所以也更好的去在训练当中把这些问题给解决好，然后在巴黎奥运会上展现出更好的自己。